张艺兴最早到了。张艺兴老师不是这样，因为他在其他综艺的时候是很开心的，可是他突然 balance 上还是存在很大的问题。我刚刚说的 balance 的问题 ，balance 还可以再找找。 后面一直有声音跟我说，是不是打错了？告诉大家没有打错，没有打错，没有打错。你们都怎么搞的？我天哪！Balance， balance， 我一直跟你强调的 balance。偶像练习生就在爱奇艺。